你要替我把这个母羊处理掉！你到底要死啊？还搁在命令我？你到底在家？ 我当然是来送你酒楼的。要开恩！你是格兰阳光吊刀，酒楼后开操死人！你让我们知道我等这个机会等多久啊？ 是我害，但是我嘛是阴阳人婿，总是爱在适当的时阵，予伊一点仔温暖，总袂因在伊伫遐哭到要死要活，我伫咧边仔啉茶客规矩，安尼敢有适当？所以我才讲我有感动着啊！既然阿妈你予我感动着啊，那呢我这个头名状，你甲我发归阮啊！ 台南哥爱我拍门锁，果然是老魔镜啦。规身躯哦，拢是厚颜无耻的基因。你家代志处理甲遮尔啊清气，当然嘛是一百分。啊是讲白汉良哦，是你的丈人呢？你也拄啊拄这时阵，敢袂笑呢？阿妈，你拢甲局势分析甲遮尔清楚啊！ 我若是搁选唔着兵客，我唔着辜负你对我的期待啊！你第一步算是完成啊啦，啊，所来有啥物任务，我会找时间过来你讲。尚唔知影你饭菜下自私自利，上艰苦的就是利用别人替你去死，但我了快好无遮尔好骗。 讲好的部分，你上好照片照起啊，那无你就再死。去问我是不是会手软？白汉良这个死变态，为着巴结家己查某囝，无惜一切，逼我甲伊做伙，甚至毁掉我的人生，你该拄着，我哪有可能会手软啊？ 你是不是认为一加一等于二？嗯，对。你即马走投无路，我无权无势，咱两个人斗做伙，就只有悲惨两个字。那是我甲你讲，我即马有机会通等去报价，你敢愿意坐落来，我听我甲话讲煞。你有机会哦，那是领导的代志。有因，甲我共款，拢毋是报价的子孙。 你讲啥？迄个武盈盈是刚教完才你表白，想袂到伊嘛是假的哦。哎，其实啊，白汉良才是伊的爸爸，结果少云爸刣死啊。哇，这是啥物神进展啊？这无过偌久。 竟然会当发生这么多代志？哎，唔对啊！恁爸即摆唔是中风，袂顶袂动啊！啊，迄个白汉良，伊脚手这么厉害，恁爸是安怎家刣死的啊？
你敢搁会记咧？吴依林甲阮爸的比对是符合的，所以恁爸用吴依林的血清接受治疗。经过几下个治疗啊，阮爸已经好真济啊。啊，就算伊好真济，嘛无可能是白海良的对手啊。哎，迄时阵现场的状况就乱呢。麻烦说啊，是白海良注定爱死。总共一句，阮爸算是误打误撞，甲白海良害死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恁哥即马失踪啊，是生是死拢唔知呀。啊，恁爸佫过失杀人，安尼讲起来，五山集团唔就互吴依林规划盘去啊？啊，你是有啥物机会？问题就是。我这个无血缘关系的孙啊，伤过友好啊。所以吴依林伊准备要替伊阿公担罪。哇，我讲一个话头，你就知影我要讲啥。孟子，你真正是有智慧，而且阁美丽女神。你唔免伫遐婆婆塌塌，看这个办事。你是想要趁这个机会上位，所以你找我来是爱我陪你演一出苦肉计，让你会当顺利登去武家，对不？哎呦，真正是翘翘人啊！跟你讲话就是这样轻松，所以我想讲。是嘞，我无兴趣。孟子，孟子，我即个是真心实意。希望你会当回来我身躯边啊！你需要我的时阵，就把我当作是女神；等你有一天无需要我的时阵，绝对袂有迄天。王子，人的心上肉做的，你对我的感情偌尔深，我拢感受着。我真正后悔，当初无好好珍惜你。我是想到我害你这样痛苦，我就更加后悔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！我无骗你，我是认真的。这次我绝对会好好珍惜你，而且等我的计划若成功啊，你就有享受不完荣华富贵，阁会当赚到。我这温柔、体贴的好暗示，谁知影你是不是参像鬼娘啊？初一十五拢无同款啊！孟子，不会，我袂安尼做诶。那无你同我讲，你希望我安怎做？我爱你向我保证，以后做任何诶代志，拢会尊重我阿哥有，袂当隐瞒我任何代志。我甲你保证，我甲你手抓，我以后事事行行一定拢会尊重你，而且绝对袂隐瞒你任何代志。这是你讲的哦，若是你做袂到，我绝对比芝麻官慈善，甚至我死不做。好啊。你即马是我的人啊，我不准你安尼纠缠你家己。你总算讲出来啊！那万西米有个白汉娘，甲阮爸敞开，你甲吴信贤马有婚？一个外人哦，要唱甲好势好势，干那靠万西米甲白汉娘都有才调啊！知影你爸爸下落的人真多，这跟你料想袂到啦。放心啦，我有甲恁爸爸哦照顾得真好，饲甲真好势啦。因为恁爸爸有价值，唔呐会当摕来换好处，甚至会当摕来保命。最近我是拍算要做一个了解啦，都要看你是不是要收啊。你要开什么条件？再愿意帮我爸走，
不是讲过啊？只要你放弃信托的股份，交予我全部来处理，我就会放你爸爸走啊。啊，不过我要哪相信？我若是把全部的股份都给你，你就会放我爸走？那安尼，就要看你是不是相信我，相信我会照片照行。除了这点以外，我无法多做其他保证啦。买也是买，一句话啦。阿卡叔讲，你若无愿意，不要紧啦。我即马就来走啦。阿是讲，下边我来面会的时阵，就真有可能再来一份恁阿公的病危通知书。等你，我等你。阿强，文件备，会记啊，爱录音。我吴依林，因为小嫌太郎嘴命，调查期间为了要维持武山集团运作稳定，即时把我名下的股份，还有吴辉煌、吴信泰，放伫我名下的股票信托，都转款交予武山集团代理董事长方彩霞女士处理，一切指令。这个权利都由方彩霞董事长承担。下面，乖孙啊，阿妈一定会照药素来行啦。不过是讲什么时阵要进行，这都不一定啊。你即卖就应该把阮爸放出来。你讲唔知影什么时阵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讲，真有可能是明仔，嘛真有可能是一个月以后啊。啊，要甲人囥喺度，我袂想到咧。保底卡快给伊放喺天桥卡啦！啊，伊若破病用心哦，是免咧怪我，免咧找我负责任哦。方彩霞，你怎样欺骗我？你即马马上给阮爸放出来，马上保证伊安全。你也是做不到，还有得出销？方彩霞，不准走，不准二三。哎呦！不准做出暴力行为。依林啊！你确定真一个好无？阿妈甲你保证啦，一定会请上厉害的律师哦，予你量查出来。你都要较忍耐的哦，哈。方彩霞，你这卑鄙小人，不准你伤害我爸，伤害我阿哥。你着继续得意啊！你的小摊真正予阿公了准准，你已经一脚踏伫我甲阿公计划当中啊，自投罗网啊！